如果有这么一道菜，不用洗锅，不用洗碗，你的男朋友会为你做吗？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找一个不用洗碗的锡纸盒，调料也很简单，粉丝要多加点，像我就加少了，不够吃。一勺盐，一勺鸡精，一勺蚝油，半碗清水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加点青红椒。再拿一张锡纸分出口，简单方便还好吃，快速提升你的家庭地位，快做给家里人吃吧。